么相关问题啊，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黄老师啊。赖清德声称按照大陆说法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，真的如此吗？赖清德睁眼说瞎话，是不是要拿全台湾的老百姓当牛顿呢？这是毫无质疑的，他肯定是在睁眼说瞎话。我这两天呢看了这个赖清德的推特，这个 X 上头啊，你可以发现他其实很紧张，可以说有点跳脚。他讲那话呢，其实逻辑上特别的神奇啊。他说啊，没事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权利来管辖这台湾人，然后也没有权利来对我们进行审判和追捕。他其实说这话呢，他内心其实非常非常紧张的。从刚才所提到的，他为什么会把更多的人啊，希望把他们都打成台独啊，逻辑上来说，他就是因为他已经很害怕、很紧张，内心惶恐不安、惴惴不安，可以说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。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？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，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看看赖清德所讲的话的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呢，其实他害怕自己啊变成首恶分子，自己啊被判死刑、缺席审判，这样的话，哎，你看我被。赖清德被跟台湾的老百姓给分离开了，所以我得拉着垫背的，先拉上别人垫背吧。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。但是我们看一看呢，其实赖清德倘若他看新闻啊，刚才历史哥说到了，赖清德号称这个全能神啊，他什么都知道是吧？那怎么可能不看呢？所以他只要去看一看国台办的发言人，不管是朱凤莲也好，还是陈明华也好，都讲得很清楚了，这个意见是针对台独分子的，而且是那种非常坏的台独分子，讲得很清楚啊，根本不针对台湾普通老百姓。但是赖清德的解读啊，就是非得往另外一个方向转，这样的话，哎，你看我颠倒黑白了，哎，你针对的不是我个人，你们都有罪啊，你们要不跟着我，你们以后都会受到影响。他要的是造成这样的一个事实。但是很明显啊，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也透过了互联网，现在互联网的广道很发达，台湾的很多年轻人都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传递的消息啊，他们很清楚看到，你看人家对岸都讲了，哎，我这个意见是针对的是台独分子，针对的是谁呢？很清楚嘛，谁在搞台独就针对谁，不管是赖清德也好啊，萧美琴也好，你在干这事就针对你，所以接下来要判刑的、要全球追捕的、要抓的人就是你这帮人啊，跟普通的台湾的老百姓没有关系。而且呢，我们确实也相信绝大多数台湾老百姓根本没有搞台独的意愿。你看赖清德得票数你就知道，但是一个非常少数的总统。而且很明显你会看到，如果你问一下这个有没有人愿意为赖清德亲自上战场啊，为赖清德去打一仗，这种人的比率是非常非常之低的。所以赖清德要将台湾老百姓给他当肉盾，很明显从他的话里头已经话里有话的讲出来了，就是我不能我自己成为这个被定罪的台独，我还得拉上更多人当垫背，不管是国民党也好，还是民主党也好，还是普通老百姓也好，你们都有罪，所以你们必须得跟着我，这是他的整体一个叙事逻辑。所以啊，回到那个话啊，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赖清德，其实啊，他心里比谁都明白，而且是他是慌的一批啊，这点是非常明显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想赖清德这一点啊，我们的这个意见啊，两院三部委的意见已经打到了他内心啊，他内心很紧张。嗯，好，谢谢。